贫困的家庭长大，我没有念很多书，可是我出了社会之后，我很认真的在社会上在读书。从我36年前嫁来台北，那一直都是一个家庭的主妇，一个人在家，每天都等着先生小孩回来吃饭，没地方去。我是阿美族，以母系社会，以女生为主，从小到大都对我比较强势，就是说男生可以做的，我女生也应该也可以做得到。谢谢。运动二参加过。要确实做好消毒，这个里面都要清洁。从小时候就是那种喜欢带头的个性，那所以我很喜欢服务人，喜欢面对客人。Hello， 你带阿妈来运动对不对？哎，你好，你好，你好，没关系，这60个留着给他用。有时候我认为说，在我能力所及里面，换我的手心能向下。哪怕他在社会，我们的社区一个边缘一个角落，我们拉他一把，或许他的生活就改变了。我们常说，这个社会的人民团体如果很强大，如果参与的社会公益的比例很高，其实国家就会很强大。所以我们鼓励每一个人，包含男性女性，都能够走出家庭来关怀社会。这就是我们全台湾6000个孩子梦想的家。从学校到很多的地方当志工，我都一直秉持着我自己的意念，我想要去帮助人家，也帮助我自己。长辈快乐，然后整个社区很和谐，这是我最大的梦想。要做关怀记者，一定要有志工，我就去菜市啊，招带入休困的，你来照顾，来我到做志工，真正去让我招生，这就是我最感恩的地方。恭喜我们曾理事长再度荣任我们这个新北市旅馆工会理事长，给大家给一个掌声。我们自己所学的，所了解的，然后传给我们一些年轻的理监事、年轻的会员。因为我一直想要传承，那我觉得这几年既然开始了，那我觉得让他们来去参与，慢慢慢慢的，应该这个凝聚力就会越来越好。监事里面，女性也要有三分之一，您是不是拍手通过？新北市联合志愿服务协会张兆慧志工伙伴，今天是我们性别友善社区采街的活动。
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那么新北市的一个社团活动哦，相当的一个活跃，不过呢从当中却也发现到许多的这个里监事哦，里监事会，也就是说决策的这个单位哦，七成是男性，而女性呢却占了只有三成而已。可是呢会员数来讲，女性却占了六成之多，所以也就发现到说，诶，在决策高层的这个部分好像还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新北市政府呢就特别推动了所谓三分之一的这样子的一个翻转行动，希望呢在社团当中的这些里监事会议能够提升女性的一个力量。那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新北市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那么首先呢就来介绍参加今天节目的几位来宾。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永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邱秀兰理事长。理事长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再介绍的是我们新北市社会局人民团体科科长郑淑敏科长。科长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再介绍的是我们树林区客家乡亲会理事长罗焕满理事长。理事长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就是说在这个社团当中啦，一些里监事会哈，所谓的一个决策。那当然大家以前如果没有因为这个议题的话，我其实还不知道说，哦，原来男性的决策者是占大多数。那这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所谓的整个社团的一个推动？那会不会女性的一个声音它就变小了，然后它的权力也就减少了？所以我想先请教这个科长哦，你们怎么会想说就是要来推动这样的三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翻转的行动？是。就像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跟社团接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哎，为什么我们这个会员人数男女比是差不多的，可是当他的决策阶层越来越高的时候，女生占的就比较少，是，可是做事情的，哎，却是比如说秘书长啊、总干事，就是我们女性居多，可是他们做的好不好？其实做得很好，是，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两性平权之中，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有能力的女生她可以勇敢地站出来，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一个性平三分之一的这个翻转行动。是，所以所谓的这个三分之一的性平翻转行动，指的是说在这个可能社团当中，我们要鼓励决策高层能够尽量有女性，也能够有一个平等参与的一个机会。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它困难吗？或者是说在社团当中来讲，你们需要去做一些沟通吗？当然需要，因为大部分在我们之前都会觉得是说啊，男主外女主内，啊，当然在社团里面有一些会觉得理事长这种核心人物啊，你今天是男生来发言就好了，那我们女生就是帮忙做一些事情，那其实我们就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观念两性平等，尤其在我们国际公约里面西斗里面有讲到性别平等的部分，所以我们要让这些其实是有能力的女性，你可以勇敢的站出来，而不用怕别人说啊，女生你不要出来讲话哈。那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我们当然有做了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必须要去做倡议，那怎么样去倡议这样的一个观念？当然两性平权，我们就要不断的跟社团我们去办一些分区研习啦，联系汇报啦，那最重要我们有训练了一批就是各大社团的理事长理监事，他们成为我们的社团领航员，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核心干部嘛，那他经过我们的一些课程上面的一个训练，哎，他们就觉得对两性平权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他回到他自己的协会里面去，或者他到友会，或者他到社区里面去做这样的两性平权的一个宣导，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样性平的意识去做发散，对不对？好，那再接下来就是说，其实要协会里面他要改变这个两性平权，最重要的是他的章程。对，他章程里面如果他有定说我们性平要三分之一的话，这个很重要，那所以改章程这个，我们就先从新筹组的这个协会，我们就把它制度式的，比如说我们会提供他范本，
在第十七条里面，你就直接把它定说，哦，你的理事，哦，要有九人，监事要有三人，对，哦，那最好是有性平三分之一，好，嗯哦，那如果他改了他章程之后，他会不会去实践？嗯，会，因为前面需要嘛，对，嗯，我们前面讲了嘛，你的观念有改了，对，那你就会去实践，嗯，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法令里面又没有说哦，你如果没有性平三分之一，你就对呀，怎么样，啊，解散？对，惩罚，这个，罚款，这不行哦。是，因为宪法有就是大家有集会结社的一个自由嘛，所以我们就应该说我们怎么来奖励他才 对好。所以新北市政府，我们就每年，我们就会办理这个性平绩优的这个奖项的一个颁奖，而且是由我们市长来颁奖的一个奖，是。那所以有很多的协会他改了章程，然后他又达标了，对，哦，所以这几年来我们已经颁了有1000个这个社团，他是响应了我们这个政策而来改变，这样让女生，哦，或者就是说原本他是女性的理事长，他现在换成男性，因为我们讲的是两性平权， 对所以这个是的确我们政策上推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件。是，所以就是你们有三个步骤，然后要去推动这个部分。是，所以就是改章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的一个社团它必须可能开会员大会什么的，对不对？然后理监事会，只要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章程来去做落实。那我想请教这个理事长，因为您也是有推动，哈，推动有功，就是开始配合这样子的一个三分之一的性平，哦，翻转，所以呢要保障我们女性能够参与决策，所以您在推动的过程中，毕竟你也是女性，那会不会有人觉得有的男性说啊，哇，郎走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有，我们一开始要推动的时候是，也是有困难重重的，也是会有，对，会，譬如说在我们不管是三分之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是男性多，还是多、哦，那时候就是重新改选的时候，我们这中间也经过的先我们修我们的章程、然后之后才开始改选，那我们透过我们所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啦，经过理监事然后会员大会说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三分之一，那这中间里面包括在宣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在做宣传的时候采接，我跟你讲一开始大家都搞不清楚哦，然后他说：“哦，你们支持，好像他们就是把性别搞错了。”然后我记得那一次第一次的采接，哇，一出来全部人都开始骂。后来一出来，我们又有发 DM 啦，然后看到我们的道具啦，看到我们这样啊，家事分工啦，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工作啊，像那个水电工啦，然后还有讲说啊，那个等于财产分配的工的那个问题，我跟你讲。很多老人家哈，对于那尤其在财产分配里面男女的关系，我跟你讲，我光这个那一阵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市府在推动的时候，我们就跟进了。我那时候吃了很多的苦头，包括要做这个性平采接的部分，我整个附近的民众都啊，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啊？然后后来李监事也说，哦，做这个吃力不讨好，你为什么？然后之后第一年之后，慢慢大家那个。观念啊，大家都有接受到之后，慢慢的从第一年被念，然后第二年，大家了解了，对，慢慢了解之后，现在我们已经经过三年以上了，现在就很 OK 了，然后包括也，我们也曾经为了，其实像男女，可能是我们有些，因为我们现在照顾都是一些长者嘛，是，他以前的人，对，财产要留给儿子。那其实我跟你讲，他真正的照顾者不是儿子哦，常常都是女儿，对不对？对，是女儿。对。然后在这中间里面，你必须也要透过一点时间，然后去把一些长辈的观念给翻转出来。嘿，就因为这样呢，包括我们的整个组织架构，也因为我们的性平的宣，我们事务的宣导，我们跟进之后，慢慢的整个。才开始，走向现在属于比较正规了。是，所以其实一开始推动真的是也是困难重重，很辛苦，因为那个观念要翻转，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对不对？但毕竟啊，你们走过来了，真的是用心在做推动。那推动之后，那现在整个协会的运作上有没有因为说，三分之一这样子性平翻转之后，其实多了很多女性的一个想法进来，对那。
会不会还是有男性抱怨，可能抱怨你们做得太好了，女生做得比男生好，应该是没有抱怨的，因为男孩子大部分的话是比较，有时候真的是，你很多的工作你需要我们男性，还是需要啦，对不对？你需要男性的一些理监事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含蓄，对，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有些东西要做的时候，他那个概念一开始的话没有，是现在才开始有，因为有这样子的性平的宣导跟工作之后，才慢慢的开始才走入正轨。所以我们现在包括有很多的工作，像我们现在我们都有跟医院的合作嘛，我们之前我们也有男性得到乳癌，我们自己的志工得到乳癌，他一直都不能接受，不是不能接受，他一定会，他觉得他是男生，怎么会？对他一心一灵一公，我这一辈子是做什么拍戏的啊？啊，得到这种女人病。后来我们经过双和医院的医师，然后透过这样的课程进来，因为他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办了一个等于是专门我们乳房外科，然后有医师来宣导。对，我们才知道原来男性也是会的。对。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个观念，大家要慢慢的，不是说男生才会有，或者是女生才会有，或者是男生才能做，女生不能做。其实慢慢的有一些观念是要翻转的。是。那我请教这个罗理事长，就是说，那在我们客家乡亲会这边呢，我们也有在配合所谓的三分之一性平翻转，有吗？有。我们章程也是配合修改。那你们的推动过程呢？先从我客家乡亲会做的话，就比较小范围先讲。因为今天主题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像我客家乡亲会是因为我们成立的比较久，对，我们有25，今年是第25周年。嗯，早期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远离家乡的人来喝喝茶、聊聊天，对，出外创业啊，闲聊之余、工作之余就来聊聊天，就这样子慢慢聚集。首先是男性，大男人主义嘛，对，男性。后来鼓励说，是不是夫妻一起来？比如说你老公出去，老婆不知道你要干什么，都没有跟对不对？后来才慢慢的，是不是除了夫妻之外，也可以找一些单亲或者的女性也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少了很多人，最多都是我们的社团可以达到1800人，哇，很大的社团，对。后来这但是来了这么多人要做什么？我们就开始做一些课程艺文成果啊，艺文班，我们开了7-8个车，有歌谣、澳湖舞蹈、国画、书法，慢慢渐进了美食班，还有儿童记忆，让他们来参加。对，参加之后就是男女，尤其女性比较多嘛，早期都是男男大说的算，后来我们就女性来慢慢给他当组长，给他当老师，培养他信心。久了之后也不错啊，你做得很好，给鼓励啊，要不要继续往上爬？对啊，你可以当干部啊，当我们1800人很多，当区长分区，我不是现在的区长啊，叫组长、区长啊，给他就之后再讲李监事也来，我的各区不能说你当区长，李监事有开会，你这区没有人了、我就慢慢渐进，请他们进来，就是让他们慢慢的把女性拉进来，男性的也说服他，不要都是男孩子啊，对，也要女孩子。或者你老婆也可以加，你老婆当监事，你当理事也可以，就让他们先鼓励夫妻一起来，或者慢慢的扩散。那我请问一下那在你们客家乡亲会有女性理事长吗？有有一任。曾经有一任陈桂英。是，其实他也是要透过选举出来的嘛，但有些人可能他就真的没意愿啦，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够剥夺女性或男性的一个参选的一个机会。对不对？所以其实在我们客家乡亲会这里，它其实是很开放式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想要服务大家，你都是有机会可以来参选。对对，然后所以你们的理监事的这个人数其实比例是有符合所谓三分之一这样子。我们理事这两届女性的理事比男性多还多，监事也少，但也符合，也有1/3，但理事已经超过一半了。所以其实现在女性意识抬头，她们也会知道说，去争取自己的一个权益。她们也愿意，尤其是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社团活动，她们也想要帮自己发声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大家都很配合这样的三分之一性平翻转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我请教这个理事长，其实我们知道说，像客家他们有一些
祭典吧，对不对？有一些祭典，然后呢，以前都会说，哎，跟他男生可以，女生不行啊，什么正县官什么的啊，对。那这个部分的话，现在整个的氛围有翻转吗？女性客家人，我应该也是 OK 啊。我想这个观念哈，讲起来真的大环境都改变。所谓一个观念就是，过去不代表现在，更代表未来。是这种观念已经改变了嘛？哦、对不对？理事长想法很先进哦。你看看现在，就比如像过去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AI 这种跳跃式的哈、现在是跳跃式。现在我们不学习的话，连孙子都要教你，不是你要教孙子？哎，真的是吧？所以我会鼓励这些公公婆婆这些人、一定要出来参加艺文班，因为你没有学会一技之长，媳妇不一定把孙子给你带哦。很多我们这问的结果很多，这个孙子告诉你，阿公你这个也不会，你这个也不会。不要来，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你会很失落感很重。对啊，所以媳妇也叫你这个不要，这个不要。所以我就说，我说艺文班办了很多，他们来，所以是观念改变。第二个，我觉得教育普及化很重要，媒体多样化，是不是到处都宣扬？你看现在这媒体，我不管说哪个媒体，哪个党派，几乎天天给你灌了。你不洗脑也不行，孩子很容易就染成黑的。这是第一个。好，第二、第三个很重要，就是新北市政府，我觉得很好，就是大力的先导及辅导，自己做得很切实，对，很落实啊。就是这样，到理事长之外，还有领航员培训之后，一要在大家在先让你学习，学习开班，让他去辅导，这样子，我觉得这是很。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你们男性被忽略了？不会，因为这种其实我们也常常，因为我过去除了在大企业待的时候也教过书，所以我也会给他洗脑。我在上班里就是开会，我也给他洗脑。我说21世纪以来是女性抬头的时代，男人心有戚戚焉，你不进步很快被淘汰，对，就被淘汰。这我觉得就是你看现在的 CEO、校长、女校长。哎呀，很多呢，都是，都上来啊，首长、政府首长，要在座的三位里面三分之一，我们这样违反了，对不对？我们有三分之一变成男性三分之一，你看马上，马上变弱势，对呀，所以你看很清楚，那个在文献里面可以看得到，女性现在渐渐已经当首长的比例。其实越来越高了，对啊，女总统都出来了，对不对？政府很多国家的政要首长手一把手都是女性啊，对，女性撑起半边天，对不对？所以客家女孩子呢，也顺着搭着这个风潮，也走出从厨房走到户外，到职场，积极的去发展，对，慢慢的有这种发展趋势了啊。所以我想，现在的理事长，包括刚才主持人讲的政县官、卢主。都慢慢的出现了女性，就像现在以前早期船长、舰长、机长，你可能说哦，常常有可能女生不行，对啊，因为有特殊情况嘛，尤其是政县官、卢主，因为早期有一种观念，士大夫的观念，知道吗？大男人主义，女孩子因为有生理期，祭祀活动非常神圣重要，女孩子来可能会我会对神不礼貌，所以以讹传讹就是对女性不公平。但现在呢，不会了，现在渐进了。你看，现在船长、舰长、太空梭都有女性驾驶啊，对不对？这政县官哦，还有那些卢主都有女性啊，很好，大家坦然接受。像我们局处长很多也是局长，也是女性啊。客家局局长，你好几任女性都男性啊。是没错，没错，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理事长的那个观念非常的一个先进哦，已经达到那个所谓真的男女平权的，在他的那个脑子里面已经深刻的烙下了那个痕迹了，所以他出口都是那个平权的一个观念，真的。所以现走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不得不认同，真的男女平权这是一个趋势。所以我们怎么样说，不管是在职场上、在生活上，甚至在祭典上，我们去达到这个男女平权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当中。而新北市政府，他从105年开始推动性平三分之一翻转这个行动、这个计划，那当然成绩非常好，对不对？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
那其实我们从105年，我们就有去盘整，因为其实新北的人民团体非常的多，我们现在有5000多个人民团体，那虽然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他们的观念都很好，可是事实上，因为5000多个团体里面，我们还要再努力的，还是有的。所以刚刚有跟那个就是主持人这边报告过说，我们有一整套的我们的模组去这样推动。那当然从一刚开始的我们的这个所谓的7:3比，好，就是男性他可能占的核心是7，好，那女生才30%，好，那现在进步到女生的这个理监事的部分，他可能已经到达那个40%了，对，好，那这个部分的一个成效，我们当然我们也获得了行政院的性平的这个创新奖，好，那我们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模组化，其实我们也到各个县市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了，我们希望就是说，今天不是只有新北市好能够推动这个两性平权，好，性平三分之一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跟台北市啦、台中市啦也有去分享说，哎，我们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去做到的，这样，那另外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工作不会只有社会局，对不对？那像我们市府，我们一共有12个局处，我们会共同来推动，比如说像农会啦、农渔会，这个就会是牵涉到我们的农业局，对不对？农民好，他的一些不见得只有男生会当农夫，对不对？我们有女青农好的这个辅导专案，是。那我们有工会，就是工人的工，好，这个是劳工局这边，好，所以这个里面他们一样也有理监事的这个需求嘛，所以我们就会有这种跨局处的一些会议，是。所以那客家局的部分当然也是很好，就一起来推动这种政县官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透过这样跨局处一起来促成，就是我们在新北市如何把这个性平三分之一融入到生活，融入到政策，让我们良性平权的这一个就是目的就越来越接近我们那个西斗它所规范的，希望往40%来迈进，那其实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希望是之后能不能朝50%，我们想要大要进，那这个真的是要靠我们在社区里面我们的市部门还有我们公部门大家一起来努力。现在我想问一下哦，他这样子的一个性平的观念会不会有所谓的一个城乡差距？城乡差距这个不能说没有，那因为像新北的服务员非常的辽阔， 对，那我们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在公部门里面的确我们有法令规定，就是说那您因为女性你应该要占多少的这个比例，可是在市部门里面真的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范，所以我们只有在我们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在补助案的地方啦，或者是在一些奖项地方，比如说像在金发局，他就有创了一个叫女杰奖，也就是说企业里面你如果你的这些来报你们企业，就是说这个是典范企业，可是典范企业里面如果你的员工，比如说假设刚刚有讲到那个女性的水电工啊，其实有一些企业它本身是那个电机，可是它的女性的电机师他就可以报他为女杰，那像也有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刚刚讲的女青农嘛，这个就是在比较偏区的地方，我们不是都会有一些农耕的部分，那有一些青年他回乡之后，那他们就去鼓励这些女青农，他们要来担任他们这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联盟来当这个，先从小干部开始当起，那渐渐的如果说他很了解了这一个农会的一个体系之后，也许之后他也可以来担任这个总干事，因为当农会的这个总干事的确要很辛苦，对，而且要非常的有这一个能力，我们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潜移默化慢慢的用鼓励的一个性质，或者是一个加分项的一个部分来去鼓励这个所谓不论你在城市型或者是偏区，我们希望在新北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是，所以其实要推动性别两性平权，其实要走的路其实还是有一段，我们希望它越来越好，慢慢的都被你们给翻转了，对，突破了真的把这个男女平等的以及我们以前所有的那种之前的设定的忌讳啊，一些
迷思啦，忌讳那个就是以男女平等的、我们两性平等的这个方案，然后把一些以前所有的你觉得不可能的，我们都把它做到。对，我们做到。对啊，像什么修水电的，人家一定要水电工男生吗？没有啊，我们女生也可以啊。可以做啊。对啊，去修那个水管啊，然后那个电线简单的维修，其实有办法做，女生其实就可以自己做，也不用真的是靠男生。对对，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天天都是供餐嘛。对。那我们厨房里面的排班，然后我们不管你怎么样，男生女生一定都要排到有厨房的工作哦。哎，然后甚至我们的那个爷奶传习服务，我们有排到男性哦，阿公哦，哈，那轮到他，不好意思，小朋友的尿布你还是要换，还是要换，以前没学的，现在要学起来，对啊，对啊，是真的。那再请到这个科长哦，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在新北有很多所谓的女力，新北女力的一个故事。那在这个翻转的一个过程当中哦，是不是有哪些女性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那我们为了要推动这个性平三分之一的翻转行动，所以我们也有就是拍了5支女性的纪录片。是，那我们这个5支纪录片，其实我们要从这么多社团里面要去挑，我们必须要挑多元化一点。比如说有比较有草根性的啦。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个女主角也在这里。对，是每一个社区都要有一个邱秀兰。因为她非常的认真，任劳任怨的一直付出。那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原住民的部分，好，那也有志工大姐如何带志工团队，然后也有商旅天后。你知道在这个旅馆业里面，一个女生要撑起半天边，这个是不容易的。对啊，对。那我来讲一下这个原民的部分好了。其实原民这个部分也很不容易，尤其他们北漂来我们新北之后，其实就是散落在这个地区里面。那其实这一个文化传承真的很重要。那我们的这一个原民的这一个理事长，就是我们板桥的这个原民关怀协会的这个蔡家珍理事长，我们称他为李信。他就觉得他应该用他的力量把这一些他们文化传承，所以他就把大家邀集过来。那所以有一些族语上面，他会请耆老来教小朋友。好，因为这些小朋友如果他在城市长大之后，也许他原民的这一些母语他就不会了。对。那还有他们的手工编织很厉害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把他们邀集过来，大家只为了就是拼生活去做工作，那这些编织的这些艺术就也有可能失传。所以他常常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大家邀集过来，那长者先教传唱，然后也许他们在做舞蹈的部分，那就请小朋友，因为长老他已经传唱了，那就请这些小朋友青年，那你们就来唱吧，来清唱啊，大家一起来跳。然后编织的部分就大家一起过来。那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有带领，就是原民的这个妇女，他们就去参加了这个龙舟队的这个划船还有拔河比赛。他们这两项真的超厉害的。对，龙舟比赛拿了第一名，然后这拔河比赛代表我们新北去参加全国的拔河比赛，对，也得了第二名。不过真的很不容易，你要想就是我们全国有这么多队，对啊，大家都那么优秀，第二名不容易耶。对，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李信告诉我们，坚持就是他的代名词。男生可以做的，女生其实也做得到。所以我们这五位女性的女主角其实都非常的厉害。对，是。所以真的透过我们新北市政府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性别平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建立，那当然在社团也好，或者是说在职场也好，我们都希望说能够让女性有一些更多的一个机会，不要被忽略掉了，也不要忘了女生的一个力量其实是无限大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来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